健康百分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健康百分百节目，我是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孙林 Marketing Director Charles。 影响健康的因素第二个方面是违逆规律的生活方式，往往会导致自调机能的过度损害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这个是自然规律，一个生物体能够遵照这样的生律而生长收长，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了生命的轮回。如果一颗种子一定要在严寒的冬季违背规律破土而出，对不起，大自然一定会活活地把你给冻死。如果是一个人天天都是夜间工作，白天睡觉，昼夜颠倒，那么他也就很难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。常言道，早酒晚茶五更色，阎王把你鼻子摸，就是在讲这种违背规律的危害。因此在行为方式跟生活起居上顺应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，减少对自调机能的损耗和伤害，做到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，起居有常，饮食有节，不忘坐牢，戒烟限酒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这就成了养生的第二大要领了。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百分百节目，我是孙林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加州中医药大学圣何西分校设有中文中医硕士班、中医博士班，现正招生中，请电877-800-1421查询。